歡迎咁多位嘅聽眾朋友啊！咁啊，台長，我哋今日咧係做乜嘢類型嘅節目啊？由你講講。咁啊，今日咧做一個即係混合型嘅節目啦。嗱，好簡單啫。其實我係做過財經嘅雜誌嘅嚇，為咗做銀行嘅喎。我做過都幾長時間嘅美資銀行嘅，所以我對即係嗰個錢嘅交流咧。我係有啲嘅感覺嘅，我有啲即係會有啲感應嘅。係。咁事實咧，最近咧有單新聞咧，我就覺得可以喺呢度同阿律對應啦，因為就都幾得意咯。點解佢介乎譬如話呢、這個澳門賭場風雲，又介乎呢、這個、那個大結局之間嘅？係。但係咧，就我覺得今次我哋擺呢個澳門賭場風雲稍為合適少少。嗯。咁因為大家就會從呢、這個角度咧比較易理解呢件事多一點啊。嗱，呢件事係咩咧？咁最近咧，我就收到一個即係呢啲新聞嘅傳嚟啦，就係話咧，中國嘅銀行咧，就喺三月開始咧，對於萬蚊或以上嘅現金存款咧，就提存咧都需要咧個申報。咁我唔知嗰個具體嘅程序係點樣啦，因為我聞説咧，其實而家嗰個提存嗰個現金都幾麻煩，尤其是會啊。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，其實今年呢一兩年咧，即係中國嘅旅客出境其實幾麻煩嘅啊。咁但係咧就我哋而家其實就唔知道呢個新聞嗰個正確性啦，因為好多時即係涉及到呢個新聞，我哋都幾難查證。但係呢個觸發起我今日想同阿文俊討論呢個問題啦，就係話喂，如果涉及到呢、這個即係銀行嘅呢啲現金，即係呢啲金額嘅周轉，譬如舉個例，我要一筆錢。在呢個中國某個城市，例如上海打落嚟香港或者打落澳門，而家係咪一個都幾麻煩嘅事情？都牽涉到大額，唔好話大額咧，即係中額或者即係多少少，其實都幾難做嘅。而家咧就麻煩好多嘅嗱，即係全世界嘅銀行咧，近呢即係近不斷咧，其實應該話近呢幾年咧，都係嗰、那個嚴格啦、嚴密度咧加速咗好多啦。咁而國內嗰啲銀行咧，其實講緊咧係即係習大大咧，去到2016年之後咧，去打貪啦，咁佢打黑啦，打黑係兩樣喎，黑喎，黑社會同黑錢啦。咁佢嘅時候咧，佢當陣時咧就成立咗一隊，即係叫做話係直屬嘅呢個直屬主席辦公室嘅一隊嘅叫做顧問啦。咁呢啲顧問咧。佢哋就係咧，係凌駕喺嗰個叫做話銀監會上面嘅。咁佢咧係會插入去好多嘅銀行入面咧，係叫做話睇住人做嘢咯。咁開始咧就成立咗好多嘅規則嘅。咁例如你譬如你做抵押啦，咁無端端咧就出現咗一樣嘢嚇。以往咧，譬如你每一間支行都會有個額度噶嘛。咁、那個額度咧就係你嗰個叫做銀行啦，嗰、那個嘅行長啦。咁同埋咧，你嗰個銀行咧入面咧有一個叫做話即係叫做嗰係咪叫風險部門啊？即係嗰、那個係啦，風控部門，即係風險控制部門啦。咁風控部嘅主管咧，你兩個料咧就歸上簽咗個名咧，咁就批貸款出嚟噶嘛。咁但係咧講緊喺2016年尾咧，就發生咗一件事，就是、你去貸嘅時候咧，譬如你嗰個額咧係貸超過3000萬，當時嚇。咁已經咧係會呢一啲叫做話係直屬主席辦公室嘅一啲 agent 嚇，咁啊呢一啲嘅 agent 咧就會係會睇你嗰單嘢，咁啊之後咧再去收緊到咧，咁啊慢慢呢個額咧越縮越細嘅喎，咁啊後屘係收到譬如2000萬就已經要睇啦，1500萬已經要睇啦，1000萬已經要睇啦，咁最近咧我聽翻嚟啦。咁我真係唔知道，即係究竟係咪最新係咪真係去到咁極端咯？佢話連批600萬都要睇，咁其實600萬咧喺現今嘅社會嚟講咧，其實唔係一筆大嘅錢嚟嘅。你買層樓啊，其實600萬都買唔到啲咩好嘅樓啦，係咪？咁甚至乎你600萬，你連即係買間鋪都買唔到啦。咁講緊咧就係佢嗰個外匯咧，同埋嗰個銀根咧，應該好缺。同埋當陣時咧，上一個阿爺咧個泡沫咧，就係、是、衍生咗一個問題，太多一啲嘅 short 數一啲死數啊，就係嗰啲數咧係唔見咗啦，或者批出咗啦，各類型嘅原因咧係解釋唔到嘅，即係嗰一堆 X file 咧越積越多啦，咁變相咧
你而家新一批呢一批嘅外星人咧，呢批嘅 MIB 咧，佢一定咧就係要去翻舊帳之餘咧，佢確保你唔會有新嘅情況出現啊嘛。咁啊，越縮就越緊咯。咁嗰個情況係緊到咧，我聽個客講啦，講緊即係早排啦，佢連喺深圳咧，户口度打錢啊，打30万嘅，都已經咧又有兩個電話打俾佢啦，問三問四啊，喂，其實點解你要打呢、這個？咁跟住你打個收款，喂，佢直情好簡單，佢直接答啫嘛，我打翻去嗰個我爸爸嚟嘅喎。我哋两个同姓同名，你查到嘅、哦。我打俾我爸爸打30万，你都要咁样问法，唔系呀咁样。所以你见到咧，就系嗰个收紧嘅程度咧，系出乎意料嘅夸张嘅，即系唔系话一般地嘅问题。即系简单啲讲，譬如今时今日，阿台长你有个国内户口，我有个国内户口。咁以往咧，通常咧就会话啦，嗱，我哋唔用公司个数啦，我哋用私人名，因为私人名咧。就唔會點 check， 同埋即時到到嘅。咁公司咧就好麻煩咧，因為又涉及又要交税所有嘢，咁唔好啦，個人打俾你啦咁樣。咁而家如果就算個人咧，我相信咧，我個人嚟嘅，我打俾你咧，咁我諗咧都會即係如果那個款項係20-30万咧，第一就唔會即時到帳嘅，第二咧好大機會會俾人抽到咧，就會兩邊打嚟問。咁而第三個問題就係咧，佢有時咧佢有種叫做即係我哋覺得啦，玩嘢啦。而家疫情，你好多香港又過唔到大陸，澳門又上唔到大陸，或者唔係咁易噶嘛，大家來往，佢 hold 起咗你筆轉數，佢叫你上翻去嗰間分行嗰度簽翻份嘢，去證明呢件事。大唔係咁，係咁呢個就好麻煩咯，你成件事即係變咗費時失事啦，係咪？是的，同埋咧成件事係去到係，即係我覺得係有啲病態嘅，即係例如咧。之前嚟計啦，你去批一笪地咁通常呢之前點解話一個問題啊過度借貸呢，譬如一個商場啲我當啦，廣西啊南寧啊啲比較冇咁繁榮嘅一線地區嘅商場啦，好差大個嘅，有埋停車場啊乜都有嘅，跟住啊嗱嗱臨肯德基麥當勞唔使租啦，你入嚟開就得啦，跟住呢其實就將成個啱啱起好嘅商場呢就拎去抵押，咁跟住當地銀行咧，就個行長啊、風控部主管啊，幫你搞掂佢。喂，件嘢咧原來係6000万嘅啫，值得啦，篤到去3亿啦。咁跟住咧，而家咧第一篤做唔到呢個動作啦，已經篤唔到數啦。第二，佢係直情係有好多銀行咧，佢自己內部咧，你而家好矛盾嘅，一路話喂唔好俾啲樓跌，唔好俾物業跌，一路話係啲死城嗰啲要諗辦法解決佢，這個樓市泡沫係唔爆得嘅。他自己都不信，他根本呢他用回正規的方式走回正常的程序呢，你抵押不到東西出去的。即那個情況就好像譬如最近我知有個客人，他在一個山東啦，有一即是當地的不算大的發展商啦，在一些不算說很繁榮，都是即叫做說有路有燈、有高速這樣啦，起了一些叫做說豪宅啦、別墅群啦，咁佢每間諗住攞出嚟即係去做抵押點啊，咁諗住原先就話原先值1000万一間嘅，唉求其啦，當兩球嘢啦，200万啦，篤俾間銀行啦，一次過舐曬佢套1000万出嚟套住現先啦，咁樣啲銀行呢直情係都唔肯幫你做，跟住同佢喂傾埋啦，咁樣喂傾埋好似以前咁啊，嗱搞掂佢吓有查錢嘅。有乜嘢嘅？唉，唔好講呢啲，唉，唔好講呢啲啦。我哋邊講呢啲嘅咁樣？喂，咁你話咪死啦？係啊，嗱，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呢件事咧？就係、個現金嘅提存係咪話個政府想去令到啲人多更加多用個電子貨幣咧？而唔好去即係牽涉咁多現金咧？嗱，我覺得兩樣嘅。第一，我懷疑咧，啊，真係我哋當我發夢啦。我懷疑咧，可能有一啲嘅人民幣唔係假，佢唔係假嘅，即係嗰啲唔係假銀紙嚟嘅。但係一啲咧超出咗原先數量嘅銀紙咯。即係我哋做換我哋做玩具咧，會一樣嘢噶嘛。阿文俊，你都好幽默喎、啊，你都嗱唔係嗱，我打個比喻先。我哋做玩具咧會有一樣嘢嘅，譬如日本間廠叫你做件玩具，做100件，咁跟住咧你每日6点收工噶啦。6点之後，個老細有曬帽、有曬圖紙、有曬電腦財藏嗰啲檔案，
我咪六點至到九點開多三個鐘頭班咯。不過咧，嗰堆嘢咧就唔交俾日本嘅。咁你日本嗰個咧喺度賣咗之後啦，我無端端市場上面有十一批一模一樣質量、一模一樣 quality， 完全係你分唔出嘅東西出嚟。我懷疑個情況咪就係咁咯。唔係呢個唔出奇嘅，事實上發生過嘅，即係你後面嗰橛啊，即係你講日本玩具嗰橛係發生過噶嘛，係唔出奇噶嘛。但係喂，前面嗰個國家大事嚟嘅喎，文俊，即係你有個想像力豐富咗啲咧。嗱，第一你當我想像啦，因為我其實咧呢、這個情況咧一定係唔止一個國家嘅，因為其實咧當陣時咧喺有一啲國家咧，東南亞其他國家咧都出現過啊。嗱，北韓出現過啦，緬甸又出現過啦。即其實咧，嗰呢一個叫做話唔係叫陰陽銀紙啦，嗰啲叫乜嘢啊？即係無端端多咗個孖生兄弟，呢樣嘢咧係會係出現過。我懷疑咧有機會咧，而家都有部分嘅銀紙咧係呢個情況。第二，其實咧我覺得咧，即係你話想人擁呢個電子貨幣，因為電子貨幣咧係一定可以追蹤可以 check 嗱，我係開過一集講淺談。呢、這個電子貨幣人民幣電子化啦，咁你話係咪即係有加強呢個控制咧？絕對係啦，即係如果你係電子貨幣入面，可能你而家啊台長，喂，譬如你有十蚊喺度，咁你要入翻去變翻做電子貨幣十蚊，你有機會解釋唔到你呢十蚊入面係咪每一蚊都係點樣，係幾時攞翻嚟？喂，有啲可能你真係解釋唔到噶嘛，咁你咪算啦，我唔入啦，我咪求其入咗個七蚊解釋到嘅咪算咯，咁已經係可以咧。解決咗部分嘅我頭先講咧嗰一橛嘅問題啦。咁其次嘅，你就算你而家喂你身家你有十蚊，你電子貨幣嘅，你落嚟澳門玩，咁你落嚟你喂玩咗十蚊，咁你可能即刻掟你落嗰啲咩老賴名單噶嘛？你都冇錢嘅係咪先？咁可能就係呢樣嘢咧，就我嚟牽涉埋咧。如果你要係生活，你要有個穩當嘅信用機制、信用額度嘅。咁你咪有翻一定嘅財政先咯，起碼你十蚊唔係真係十蚊拎去倒曬㗎，即係我懷疑咧，呢、這個就涉及係一個叫做人生嗰個生活上嘅一個管理嚟嘅。咁啊，跟住另外咧，嗰、那個咧就係、是、根本而家個時勢都知咩事，就係、是、唔想你嗰班友咧喺境外地方嗱，講多次咩叫境外咧？香港、澳門叫境外，以外嘅日本啊、台灣啊、東南亞其他地方咧叫外國。唔想你喺境外嘅地方度係攞即係提到啲錢出嚟嚟到去消費啊，或者唔想再你班友係好似之前咁樣係揈咗啲錢去，因為可能我懷疑啦，你當我都係發夢啦。實質個情況咧，當香港澳門嘅經濟都跌到咁嘅時候咧，我相信咧可能大陸嘅經濟咧係仲差過我哋好多，只不過我哋睇唔到啫嗰啲嘢。哦，呢、這個我哋好難估計嘅，即係中國經濟係點樣，我哋即係好難從表面去睇啦。但係，即係我哋可以用一個比較國際性嘅角度睇呢件事嘅，就係、是、咧，日本嗰個經濟泡沫喺九十年代爆破嘅時候咧，都係有大量嘅壞帳，銀行嘅大量壞帳係無從解釋嘅。即係當其時有人形容過呢個係一個金融黑洞嚟嘅，而嗰個情況咧到今日即係幾十年後咧都未解決。咁你以日本嗰個情況都解決唔到啦，咁中國要解決咧，我相信應一要用嗰個政治手段噶啦，就唔可能用經濟手段嘅，或者其他手即係一定係政治手段解決。所以我諗，如果我哋比較客觀嘅睇嘅時候咧，就而家呢個措施咧，矯枉過正，即係可能都令到多人覺得好麻煩啦。但係個背後本身有佢嘅原因喺度嘅。嗱，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咧，我哋可以嘗試用一個即係澳門賭場嘅角度去睇咧，就係話。喂，錢咁難落嚟，咁仲邊度有客人落去澳門賭場度咧？其實係大鑊噶。如果你話喂，只可以俾你提五皮嘢咧，跟住你過嚟又要食又要住，老婆要買埋手袋。喂，大佬點玩啊？你仲剩得幾多錢去推落百家樂度啊？冇噶啦，好麻煩噶。嗱、啊，咁如果係咁嘅咧，咁我哋想有個題外話啦，即係係咪以前如果喺澳門嗰度有啲嗰啲 ATM 你可以draw錢嘅？唔係用 ATM 嘅，用非法刷卡嘅，所以咧，呢一個咧，我哋開一集係梁錦祥會員專享啊，因為呢啲係啊，無謂一街坊啊，呢啲真正核心嘅信息，唔一街坊啦，梁錦祥會員見啦，到時。好多謝文俊啊，多謝先啦，多謝文俊先啦，因為即係文俊頭先講得好啱啊，就係、是、有啲我諗都係
即係都相技術性相當之強啦，所以都係適合一啲即係比較有呢方面需要嘅聽眾去聽啦。但係即係頭不過即係錢嘅問題咧，會唔會有一個可能就係當嗰、那個經濟嗰、那個活動、那個疫情之後咧好翻啲咧，會放鬆咧，會鬆綁咧？我覺得咧，其實就未必嘅，因為最主體咧，我覺得有一個嚴重問題。嗱，可能即係我認識嘅人少啦，咁我都認識一堆人咧喺東莞啊，喺大陸度開廠噶。因為嗱，你知啦，我做報紙咧，我寫玩具、寫收藏、寫好多周邊產品咧，其實一定係識好多廠家嘅。咁最大鑊仔咧，有不約而同有好多廠家咧，都喺之前譬如限電啊，或者係嗰啲叫做話受疫情影響咧，係死傷大半嘅。咁而剩低咧死傷大半之後嘅生還者咧。就大鑊啦！係我認識嘅有好大一部分，極大部分係遷走喎、啊，即係包括咧珠海最大咧有一間廠咧，其實大家都知好耐歷史嘅，就係、是、Canon 啊，即係佳能啊，相機啊，佢喺珠海有一間好大嘅廠嘅，係養好多珠海人，好多員工嘅，佢就已經係設廠設資，講緊係即係應該會搬去越南，所以咧嗰、那個工業咧嗰、那個叫做話工業嗰、那個經濟體咧。一移動的話咧，咁造成個震撼咧就好麻煩嘅。我相信咧，而家加強角色嘅管制啦，無論係錢啦，定係好多嘅收緊咧，都係因為其實就知道咧呢一個叫做話係即係作為一個經濟重鎮，生產呢個範疇咧，好可能咧會係未死曬咧，但係可能收皮會收緊超過一半咯，我覺得。啊，文俊头先嗰个新闻都好大嘅，即系Canon 啦喺珠海设厂嗰度咧，咁其中一样嘢佢哋俾国内嘅传媒批评嘅咩，就系、是、嗰个遣散费俾得太高啦，令到其他呢啲即系企业咧就可能无地自容嘅，咁呢个佢哋有阴谋论就系话，喂你咪特登搞到咁高，令到我哋尴尬咁样。其实我觉得咧啲人又好，即系嗱，老实我唔抵帮嘅。你人哋 Canon 係喺度已經係咁耐，可能養咗你超過三代人嘅，即係可能有啲情況話，喂老豆跟住去到個仔都喺 Canon 度做嘢嘅，或者阿媽同個女都 Canon 做過工廠嘅，咁人哋養咗你咁耐喺個地方度，亦都係有啲建樹啊，都叫即係珠海上。咁你去到早排，喂三間無神啊，走去咩反日本鬼子啊，打倒日本鬼子啊，日本契弟要滾出去啊嗰啲，喂你下下你就係揾著人哋嚟喺度搞喺度編。咁你邊度人哋都頂唔順啊？同即係可能會反映翻，喂我哋即係叫做話，我哋都冇做錯嘢㗎。你因為要涉及一啲外國行動，你就要喂係咪都喺度當牛鬼蛇神咁打到人哋已經打開口牌啦？喂，你再係咁樣去搞呢啲嘢啊，喺度亂咁去牽涉呢啲咁嘅民族情緒咧，我哋真係頂唔住嘅，即係好可能會拜拜嘅。咁你去到個環境，國際環境越嚟越差，你大佬你日本嗰邊亦都啲即係啲政商啦，都會俾壓力啦。咁你去到人哋最尾計個數，喂，咁你班友一直以嚟即係嗱，好直接咁講，佢都唔喺，從來喺珠海都出名嘅，佢哋都唔係代薄工人嗰啲生產商嚟㗎。其實比起有啲黑廠啊、黑心廠家叫好㗎啦。咁佢哋一直都唔係咁，佢走都諗住走得好睇睇嘅。去到最尾又變成有陰謀論啦，跟住唉，總之逢係日本品牌都撲街啦。喂，你咁樣嘅心態其實唉咁啊死啊，反即係好大鑊噶，撈唔到啊！阿文俊啊，好犯多牢騷啦，即係每件事嗰、那個即係出現每種情緒都係有佢後面嘅原因嘅。咁我哋就比較客觀啲去睇呢件事啦，咁就結尾咧就我哋可唔可以去判斷一樣嘢，就係話？喂，會唔會呢個情況導致好多人唔擺錢喺銀行度咧？其實咧，我都發覺有一個問題出現嘅。之前咧，其實我身邊好多嘅人咧，包括即係可能啲親朋好友啦，佢哋都係咧，而家係開始係譬如喺國內啦，佢哋一蚊現金都唔 keep 啊，擺曬落去什麼支付寶啊，擺曬落去嗰啲微信錢包啊。但係到佢哋咧，譬如即係開始發生咧有啲問題咧，例如個微信俾人封咗。喂，入面有成十幾萬嘅，佢喐唔到咯。咁跟住咧，或者係有啲問題嘅時候咧，例如好簡單，你冇網路咧，你等於冇錢噶啦。咁跟住咧，佢哋去到即係上次經歷過嗰啲，即係咩什麼停電啊，跟住見有時即係你見到啦，即係嗰啲叫做話而家又會封城啊嘛，疫情。咁你疫情封城，你嗰啲
嗰啲網路啊，嗰啲又未必真係 work 得咁正常噶嘛。開始就多咗好多人咧，即係我識嘅人都係啊，就會擺定一啲嘅現金喺手啊。同埋咧，我最近咧都試過咧，即係譬如我一直咧都有買下啲實體啊，即係講緊真係實體嘅貴金屬，即係金粒、銀粒、金條、銀條嘅。咁我發覺最近咧，嗰啲實體嘅，譬如啲銀咧。有一啲之前冇乜人睺嘅，即係講緊係譬如嗰個重量低啲嘅嗰個、叫做話可能啊四分一安士啦、半安士啦，呢啲嚟計咧其實唔係咁受歡迎嘅，因為大家以往都係一安士啊、五安士啊，梗係越大越靚啦。啊，而家反而咧，可能有啲人咧都驚有啲咩事嘅時候咧，喂，起碼攞個細銀幣啊，起碼攞啲咩出嚟可以同人換下嘢啊。咁啊呢排係多咗俾人買呢啲嘢嘅，咁啊個價係高咗嘅，的而且確嘅。呢、這個咪叫上有對策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咯。咁你頭先提嗰個情況咧，最驚嘅鄭州咧，嗰條水浸浸到即係阿媽都唔認得，跟住就停電咯。停電之後就發生好大禍咩咧？就係、所有嘅即係透過手機 apps 啊或者電子貨幣去運作嘅商業活動咧，全部停頓。咁你諗下就係嗰種情況咧，幾恐怖咧咁樣。咁啊，至於民進即係後段講話，即係嗰個金粒銀粒嗰啲咧，其實就倒退翻100年前咧。因為100年前咧，譬如我哋嗰啲祖父輩嗰啲咧，當其時買嘢咧就唔係一定用現，即係唔係用紙幣嘅，因為紙幣就大家都唔係好信，就得一嚿金出嚟切一兩粒，就即係作為呢個貨幣啊。我諗遲啲會發生呢、這個即係倒退翻去，即係回復翻100年前嗰個狀態咯嚇。你記唔記得細個咧？啲老人家咧，嗰啲棉衲咧，上面咧嗰啲前面啲樓啊，啲舊啲樓全部係銀嚟噶，你記唔記得？阿文俊唔止啊！你有冇收我金牙？冇啊，仲好健康，暫時未。唔係啊，唔係健唔健康問題，以前啲人一笑起上嚟，成口係金嚟噶嘛，你未見過啊你？係咪007嗰個啊？是不止，你看得舊片少啊！你真係，我係真係見過嘅。而家唔聽，以前興雙金牙嘅。我就知道嗰陣時猶太人集中營咧，話好多嗰啲猶太人成口都金牙，跟住俾人拎曬用咗 M 分咯。哦，那個唔係 M 分，你記錯咗啦，嗰、那個係納粹黃金啊！我哋好奇怪，因為呢個問題牽涉澳門嘅。亦都牽涉一個即係我哋都認識嘅女性嘅爸爸，咁但係我哋唔講住啦，因為好奇怪，因為呢個咁大嘅題目，竟然咧陳美芝係從來冇講過嘅，咁將來要揾阿文俊講啊，因為呢個澳門呢、這個納粹黃金同澳門之間嘅關係咧，只有文俊呢類咁嘅即係有識之士先識講嘅。只可以講啦，上次咧喺英國咧有一條嘅所謂納粹嘅金條剪咗出嚟啦，咁嗰條係假嘅，因為當時冇三條狗呢個技術嘅。講完。係啊。好啊，嗱咁啊，阿文俊啊，我哋今日差唔多咯，因為今日禮拜日咧就我都想早啲休息，好嘛？好啊，咁就 OK， 我哋再翻嚟再傾 ，OK， 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！